怎么了？车胎爆了。去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再派一辆车来。好。这个时候，就需要你的人出现了。躲开！快躲开！干什么你？哎，长官，不怪我，刹车失灵了。你知道你撞的谁的车吗？啊，你不想活了？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喊什么？还不赶快去救火！快来救火！快来救火呀！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还不赶快去给罗指导打电话！